君君，我们现在在高雄的梦时代哦。哇，今天人真的好多哦！今天是礼拜六，是假日哦，所以高雄的观光是不是真的变好了呢？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哦。好，刚才我本来想要吃一下寿司哦，想说赶快填饱肚子，然后要去别的地方继续踩点。可是寿司竟然要排队2个小时，然后这边到处都要排队，不管是寿司啊，还是泰国泰式料理啊，还是其他的面包店，反正都要排队。不过我在这边看到一家，我觉得少女心包吗？好可爱哦！来，我带大家来看哦。这是一间快闪店，也就是说，好像只在这边没有多久的时间啊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蛋糕。都会粉红爱心泡泡，哎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帅哥议员哎，我们来访问一下他好不好 ？Hello，Hello， 帅哥，我想要问一下哦，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品牌，叫做 Brownie Sugar， 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快闪店会在梦时代多久？到时候会有专柜，是正式柜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特色吗？像你们家 Brownie Sugar 的特色，最好吃的特色是主打新鲜水果。新鲜水果，草莓塔是草莓塔是招牌，是不是？我看看，还有樱桃，还有蓝莓，上面的水果真的都好澎湃哦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草莓塔一个怎么卖？草莓塔的话，它一个是220。一个220，那如果是大的一整块大的这种塔呢？它是几寸啊？大的话是8寸，然后它8寸，每种价格都不太一样。那8寸草莓塔卖几卖？8寸的草莓塔是1480。1480，其实现在蛋糕可以取用这种塔来代替，对不对？很多生日蛋糕都开始用新鲜水果塔来代替。好，那我们也要买一个草莓塔，我们买一个草莓塔来试试看哦。草莓塔一定很好吃哦！不过啊，我在这么茫茫人海当中啊，看到挺特别的一位小姐哦。来来来，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啊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跟我们镜头挥挥手啊。你看看，摩西装整套好，对，镜头在这边啊。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韩粉，对不对？很明显哦。而且是钢铁韩粉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从哪里来？旗帜非常的鲜明，就是穿着国旗装啊。那这边真的人非常的多，我们再来问一下其他的朋友，来跟我一起来。我在这边看到了两位帅哥，要不要跟我们镜头挥挥手好不好？跟我们镜头挥挥手。你们是在地的高雄人吗？是。那今天来梦时代，主要是今天有啤酒节，那你们
跟上学之后，就是觉得当时没有做到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我投资要你去，你觉得你自己最不可能的人稍微的是什么？要看你说到什么，要看到什么时候，不管是赛车场，赛车，还有什么爱情的公园，我觉得，就是选前都是觉得你会可能会，你不可能会实现的事情。还有赛马场。对，可是他都从他的嘴巴里面去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选前而已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哈，如果我以赛马场的例子，之前要求你自己去一个马术活动，那你有去吗？知道，可是没去。我也没去，没关系。那你喜欢赛马吗？还好。可是你没做到导游。就还好。可是，所以台湾跟香港不太一样哈，香港超级赛马，那台湾可能就不是这样。所以那场马术活动虽然办得很成功，可是去的人真的不多。那如果韩市长啊看到了这样的情况，那你觉得其实台湾人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，赛马场还要不要盖？盖的是养人子，不盖的话是没有实现政策。那你觉得要不要盖？我觉得不要盖，因为我觉得高雄人没兴趣，然后你还要浪费钱去增新增最新的建设，我觉得。对，而且其实高雄已经很多地方都在养人之外了，像轻轨也没有太多的人在做，实际上这些就可以。那所以是不是每一项政策要落实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试着水跟稽查民意，然后再来做决定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。就不要你选前的时候就直接讲天花乱坠，然后到后面没有做，没有实现，就觉得会很尴尬。为例的话，那现在韩市长可能试了水温，然后民众的感觉也是说，其实可以不需要去执行啦、啊。对，那不要去浪费钱。所以我觉得有去视察民意，试了水温，这是非常负责任的行为哦。那多少再问一下，还有阿诺，还有邓紫棋，那像这些好都没有来，可是市府有很努力的去接洽，但是人跟人的问题有时候不是你这么容易就去解决的啊。所以他有很努力的接洽，但是没有办法实现。那这样子还是会怪他吗？这么方面的话就不会去怪他，因为这个是改这个人家不会来，这个是其他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怪他。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啊，那像有一些是意见，不是政见，那这样子的东西可不可以被接受呢？例如韩市长有说，哎，你是自由的热气球，你可以做热气球解决这个交通习惯的交通问题，像这样子叫做意见，那不是说他要实现的政见，那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就是很有想法。很有想法是不错啊，是我觉得，我个人是觉得天花乱坠。你觉得他的想法很宏大？想象力还是很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真的要实现，然后也不太可能会实现。好，那我再请问一下啊，如果你跟你妈妈说你想要当太空人，那你妈妈会跟你说闭嘴，不能实现的事情，那个这么难，又不可能实现，你干嘛讲？还是你妈妈会跟你说，哎，你想当太空人啊？那好，那我们去买书，这件事情不容易，妈妈跟你一起努力，我们去多得到一些知识，我们去多评估看看，多了解看看。说不定有可能哦。那你觉得不要管政治，在一个父母教育孩子的角度，是希望用鼓励的，还是说立准重要不要讲？如果是父母对小孩子的话，小孩子讲出来，当然就是不可能马上去打球，他们一定是会打，然后必须先去跟别人听别人的意见，是去经自我看上去的一些知识，看看，还是给他鼓励啊。那换到政治来说啊，因为我们人民也是政治人物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还是期待说能够多一点鼓励。最后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，你觉得韩市长他去选总统，赞不赞成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对高雄市的承诺他没有实现，而且他市长当没有多久就马上想到市长大位去选，我个人是觉得假定公投。那如果说当总统可以带给高雄一些更好的建设，你还是觉得也先不要？我是觉得当市长就没有带给高雄是有什么那个成绩哦，是觉得应该也很好的。可是你是高雄市民。
有看到布啊、青啊，比较没有捏水。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成竹，在对面有一个已经排好的事情，所以刚好韩国瑜上任，刚好这件事情做出来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可是郭路是他上任李四川的副市长，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桃子，我这里也有感觉。有感觉对不对？有啦，讲认真的啦，还是有啦。哎，郭路很重要，有没有女朋友？啊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有一个朋友买了台新机车，要去追女朋友，结果那个女生坐上车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哎，对了，有要东西哦。